问题啊，我们也一直要调整，使得各方面，但是实际上来讲，实际面有所困难，因为过去一直都没有调整，和过去的县市长都没有调整。证件发表会他也讲，不如调整，我有办法去处理。啊，我现在也在正在调整，但是呢，不要这么多的幅度，一下子你要分成三倍、五倍，老百姓受不了。所以建商我们这个妥协，大概的原则之下，慢慢的调整。所以我们因为过去十几年来都没有调整，所以现在我要接上去，马上要追到这个东西是不可能的。虽然定有这一个，有一个这个自治条例哈，就是县如县营建工程属于土方土石方管理自治条例，虽然规定有这个要古瓦挖填填埂的时候，那么要应该是怎么样申报等等哈，但是如果说是这个养殖的话，那我们这样是不是可以架构啊，或者其他方式啊来收入啊？那么如果说我们新南县政府能在这个我们自治条例里面对于这个粮食的这个土方啊，如何来处理啊？能够多有一些的规定的话，我看多少是不是可以对我们的县库的收入啊，能不能多少有一些弥补？照我们这边这个统计数字哈，就是新竹县这边审计师的一个统计哈，那么它的一个污染率哈，远低于全国的平均值的哈。那这个部分我想有吸我们县府相关的主管哈，那么依照当初这些业者的一个承诺，应该要赶快通知他来拆除，因为现在他们这些电缆业者都是放在排水沟啦或者是一般的电线杆呢，妨碍观山。那如果是放在地下排水沟挂在那边的话，对于地下的排水可能有所阻碍那有关这个部分，我想我们相关单位在这一方面的查处处罚然后从他们这个归位，可以征收相关的一个使用会议，我想这对我们县府的一个财政，那么都市业者应该要守约守法。有关这个部分，我想有进步的空间，不知道。到时候为了卖了100多万，我不把1000多万都补供不过去，那穷子乱跑。这个请监委了解一下至于宽频的建设，不满意不会收。我们之前也想做，但是也结尾报告我们新竹是一个保守式农村，农村都是老人家他没有用手机，你说要用手机那部件的抗争一大堆，所以我们目前为止，我们前一个月我们也开会，那什么方式？那我们的公共建筑、消防局、警察局、卫生室等等，我们率先来做，我们现在以这个方式来。年轻排户的调查，目前为止我们是65岁以上的来排户当然最近因为财政困难越来越可以说是危机处理没有不行，所以呢财政局方面也说是不是要检讨，那我们要最近也拜托财政社会局方面做评估各方面报告。那目前为止我65岁的有发就排户的调查，那是不是如果是在70岁慢慢的调整，那青年之下是有可能性。而且呢，那个社会局已经做了排户的各方面的功课评估报告。既然要怎么样拿捏，确实我们有困难，地方政府就是难在这个地方。所以希望我们县长委员既然下乡的，了解这些事情，要体谅我们各方面地方政府的难处所以有时候糖给他吃习惯了。一下子要断奶是没有办法的，会哇哇叫，会翻船的所以就得请谅解谢谢。